站住！鬼脚七，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离牢狱！我没有杀人。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就算我不相信你，我也该相信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你让我走！案子一天没有判决，你越狱就是理亏。我不管。停手吧，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你大欺小，甚至不武。我不是欺负你，我只是想帮你。我不需要你帮助，我要找妹妹。我已经找到你妹妹了，你的妹妹非常安全，她现在就在宝芝林。你胡说。你妹妹得了哮喘病，早晚都会发烧，晚上的时候还会呼吸困难。妹妹真的在宝芝林？要不然我怎么能说出她的病情呢？你没有骗我。医者父母心，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千万不要节外生枝，马上回牢房。相信我，为了儿子，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你的妹妹非常的坚强，她说她要等着你堂堂正正的从衙门里走出来。好吧，那我姑且相信你一次。梁威的那块白丝巾是否真的是物无所用呢？指纹虽然重叠，但我曾尝试细心辨认，希望有点眉目。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两广总督是由京城委派下来的，他初到贵境，不太有可能有仇家呀。是不是与利益有关呢？哎，这两广总督死去，谁才是最大的获益者？闪开了，闪开了，小心！闪开了，闪开！这个人可真讨厌！你们怎么推车的？长没长眼睛啊？你怎么不骂他吗？好奇怪！当然奇怪了，车推这么快，差点撞到我。不是，我是说刚刚车经过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乒乒乓乓的声音，好像撞了陶瓷瓦罐之类的东西。那怎么了？木箱不应该装这些东西吗？当然了，这木箱应该装的是米粮才对。为什么？你看那个木箱上写的益田县吗？对呀、啊。上个月益田县闹旱灾，这应该是运往该县的赈灾之物才对。可能瓦罐也一起运去了吧？哎呀，别多想了，我们还是想办法救飞鸿吧。啊，走，快走。哎，最近我总是心神不宁，晚上又老是做噩梦，我真是有点担心呐。放心吧，这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外人只当是赈灾的谷粮，绝不会轻易的。答应我，这可是最后一次。你别胡说了，这可是我们发财的大好机会，有福同享，将来的好日子多着呢。我是真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你有没有听说过和尚吃狗肉啊？一见屋，两见会。好了，别再说了，贝隆多大人的案件要及早解决，免得夜长梦多。还有啊，得尽快把那几个戴罪羔羊给判了。我当然希望草草了事了，可是他们几个坚决不肯认罪呀、啊！你这个县令是怎么当的？哎，要一个犯人画押，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好吧，我来想办法，就照你说的去做。嗯。当下犯人听着，你们四个串通合谋，在醒狮大赛的当日，利用暴雨梨花针谋害了两广总督贝隆多大人。本案证据确凿，依照大清的利率判处斩刑。啊，什么？斩刑？不可能，不可能，不关我的事啊。不可能。什么？你没搞错吧？
你有没有搞错？来呀，我没有杀人，拿供词来，不是我没有杀人，让他们画押认罪。不是我，我没有杀人，大人，我不要，我被冤枉了，不是我，老实点，我不要，我是被冤枉了，不要放开我，老实点，不是我，放开我，爷，不是我，站住。小子，来，来，我关，我打三十大板，是，走，到给关下，再见。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三金叔，怎么了？今天早上，世荣他们被判刑了。什么？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按程序是不对的。就是，这是千真万确呀！我花了很多银两才打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被判了斩刑，然后明天就要被押走啊！太过分了，这不是屈打成招吗？简直就是草菅人命！三金叔，千万别说，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一命吧！我绝不能让白头人送黑头人呐！好的，你放心。师父，我是个卖肉的，不懂得大清律法，我救不了自己的儿子。黄师傅，你要我花多少银子救出我的儿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把我最心爱的肉铺卖了，我也心甘情愿。我答应你，三金叔，快起来。起来吧，三金叔。十三姨，跟我去衙门见那个县太爷。两位差官大哥，我是保证人黄金英，有事求见县太爷。县大人因公外出，不在衙门。你胡说，他刚才还在公堂上办案呢。我们进去看看。哎，你们想撒野啊？衙门种地，谁让你们乱来？走开，走开，来，走开，走开，走开！好了好了，两位大哥，对不起，三金叔，我们走，快走。那个臭知县，分明是在躲避我们嘛！那怎么办呢？我现在也是一筹莫展呢。可是飞鸿他们命在旦夕，我们要想出办法来才是啊！现在只好去找那个捕头李散，他是唯一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快走！我饶不了你们！我相信令公子是清白无辜的。可是现在他们画了手印，铁案难翻的。哎呀，我可怜的儿子呀！哎呀，黄师傅，飞鸿他们真的是在劫难逃吗？只要没有行刑，总是有希望的。黄师傅，我也是爱莫能助啊。明天一早，他们就要被押离广州。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你们去见他们最后一面。走，儿子。儿子，世荣，别难过了啊！飞鸿，飞鸿，儿子，十三姨，飞鸿，爹，救我出去啊！爹，爹，我是冤枉，受苦了，爹，救我出去啊！我知道，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冤枉，简直是没有天理呀！出去啊，爹，快救我出去啊！爹，对不起你啊！爹，朕无故，无缘无故给你们陪葬，死罗英草，我要向阎王爷告状，被冤枉的。黄师傅，替我照顾妹妹。救我出去啊，爹！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吧。告诉他真相啊！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杀人了。他身上的指纹，我好像见过。你是说，是那个碎布上的指纹？是啊。什么？对呀，这个指纹我至少见过一千次，我做梦都不会忘记。真的是一模一样。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爹，你们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了。阿七，你的这个指印是谁给你印上去的？这个，哦，我知道。爹，我也知道。当时，混账！老实点，老实点！这狗官，老实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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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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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官。原来是他。嘘，小心隔墙有耳。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了。三金叔，十三姨，我们走吧。嗯，去找一个最可靠的帮手。梁威。好，这边齐了。嘿，快点，快点，来了，这边过来两个人。好嘞。
哎，这些物品都点算齐了吗？差不多了，大人。嗯，这次可比预期延迟了好多呀。从北京来的路上，因河水泛滥，道路阻塞，所以延误了抵达日期，有些货物被沾湿了。杨大人，这里有几份公文，请您过目。快点，快点，快点！哎，行。贝隆大人远道而来广州，突然死了，你们俩到那边去，就连一件公事也办不成啊。好，你们快。我想如果是公事的话，那就由我代劳了。对，我来看看。贝隆大人来广州的目的就是这样。两位请喝茶。哦，不必了，我想见一下梁大人。哦，相公他不在家，是不是去衙门了？不，今早听他提过，好像是去西郊的驿站办理公务。西郊？十三姨，我们马上去西郊，告辞。梁夫人，告辞。哎，哎呀，这哎呀，这是去哪儿去了？这，哎呀，这是。哎，大人，大人！哦，梁大人！哎，大人，请坐。来来来来，先喝杯水吧。哎呀，哎，大人，我跟您说啊，这贝隆多大人此次来广州呀，他除了例行公务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您知道吗？他是来调查一件偷运国宝的案子。哦，竟有此事？那当然了，您看，您看，这是贝隆大人的密函，因为时间延误，误打误撞的到了我手里。哦，您仔细看看。根据我的判断，这些贼子那是怕东窗事发，所以才先下手为强的。嗯，这大有可能啊。大人，咱们事不宜迟，赶快捉拿凶手吧。啊，咱们得为贝隆大人报仇啊。哎，此事重大，我们还是从长计议。来来来，先喝杯茶，我们再来慢慢商量啊。大人，事不宜迟，我觉得现在应该马上增派人手到各个运货的通道仔细检查过往的商旅，这一定能把凶手缉拿归案的。好建议。哎，你这个建议一定能奏效，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破案的话，那你可是立了大功，这必能官升一品啊。哎呦，大人您真会夸人。哎呦，我都有点晕了晕了。没想到吧，我在茶里放了蒙汗药了。大人，你开玩笑了吧？啊啊啊啊！你，哎呀，我说，早就有心腹向我报告，说你看了贝隆多大人的信，嗯。你这叫自投罗网啊。你难道是你？谁叫你多管闲事？嗯，不要了。呀，不要放他走。梁大人，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我小妹妹命丧此地了。我打死你了。别，住手住手。我别打了，朝廷命官不可以滥用私刑。他想杀我。别打了。梅大人看来不像是坏人，说不定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呢。他杀人凶手。你冷静一下，你就是要惩罚他，也要搞清楚事实嘛。梅大人，梅大人，你就把真相说出来吧。那毒针是我放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几位本地富商，他们出手阔绰，精于吃喝玩乐，尤其喜欢请客。不知不觉的，我就和他们成了朋友。没想到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迷上了赌博，一开始常常赢钱，后来连番败北，欠下了一身赌债。郑永祥慷慨地借钱给我，我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是违禁品吧？这个你不需要知道。问题是，你如果不合作的话，我就把欠单上奏朝廷。你不但乌纱不保，恐怕还要坐一辈子的牢。
这个你可要想想清楚。原来如此，我真的是被逼的，我没有选择。郑云祥逼你偷运的，是不是国宝？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有没有看过贝隆大人的秘函？这也是机缘巧合。有一次我跟十三姨走在街上，碰巧就遇上了运送赈灾物资的队伍。是啊，我记得你说乡里传来了钢瓦撞击的声音。钢瓦根本就不值钱，陶瓷也并非贵重物品，要想设计陷阱威胁朝廷命官作奸犯科，就必须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我知道了，准是朝廷得知此案，就派贝隆大人前来调查。可是他，就是他，他借用醒狮大赛杀死了贝隆大人。想不到这连番的阴差阳错，却是飞鸿跟鬼脚七都变成了戴罪的羔羊。真是错综复杂。一切都是我的错，走错了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你死有余辜。哎，也不能这样讲，梅大人也是遭奸人所害的。想不到表面是负伤的郑月祥，背地里却是狼子野心。除了他，还另外有主谋。谁？这？他就是。快追！严总，快起来！哎，黄师傅！经本县查明，黄飞鸿、鬼脚七、林世荣和赖里头与两广总督命案无关，无罪释放。梁大人请。这都是黄师傅、梁大人的功劳啊！谢谢。十三姨，谢谢啊！得，黄师傅，我妹妹呢？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骗我！你亲口跟我说太太宝这里养伤的。我们到处去查访，可是真的没有他的下落。谎话连篇，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我真的没有骗你，你妹妹确实在保质林，可是药还没有吃完她就离开了。真的？哎呀，我爹骗你也是怕你担心嘛，人家也是为了你啊。别再花言巧语了，他骗我是怕我越狱离开，剩下自己的儿子独自承受罪行，他怎么会管我的死活呢？他只想救黄飞鸿，自私卑鄙。你鬼脚七，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听。等等我。鬼脚七。哎，真是好心没好报啊！真是，这孩子脾气太倔强，为人又这么鲁莽，我怕他将来会惹出事端的。好了，我们走吧。好，走，请。哎，好了。哟，哎，少爷，他们来了。哎，你们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听说飞鸿今天获释天大的喜讯，所以我过来帮忙。有什么忙可以帮的？哎，富伯，快把火盆拿来放地下。飞鸿，过来。跳过这，去身上的晦气。真无聊。哦，柚子叶。哇！来，你的柚子也是可以去掉你身上的晦气的。还有一样，这个呢，是我精心设计的菜单。啊？大展宏图，鸿运当头，前程似锦。杨姑娘，这什么意思？这些呢，都是好兆头的菜。吃完以后呢，就可以厄运尽除，好运滚滚来。要是改几个菜名就有用的话，我们就不用非礼捉凶手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好兆头，洋鬼子当然是不会明白的。你说谁是洋鬼子？我没说你，这你说的，没必要。就你刚才说的。别吵了，我回来呢，只想好好洗一个澡，好好睡一觉。想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吧？嗯。那这些叶子可以不用，这个东西呢，一定要用。啊？又是什么东西啊？药粉而已嘛。你在监牢那么久了，一定有跳蚤和虱子。让你这么一说，真的有点痒啊！是不是有点痒啊？拿去吧。
金，金金，金金，所有的东西都在，就是你妹妹不见了。飞鸿，你醒了？我睡了一觉，精神总算恢复过来了。好吧，既然你醒了，那爹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梁大人来过了，他说这件案子已经完全了结了，你随时都可以到衙门去领取奖金和锦旗。啊，真的？是啊，爹怎么会骗你呢？哎，那太好了，我终于胜出了。可是你不要忘了啊，这份功劳应该是你跟鬼脚七一人一半才对，你们本来就是不分胜负的吧？哎。锦旗我拿，我把奖金给他。唉，一直以来啊，爹还以为你是为了好勇斗狠、贪慕虚名，原来爹一直都错怪你了。十三姨都跟你说了，爹现在终于明白了，你完全是为了完成你娘的遗愿。我在牢里也反复的想过，我也有错，我应该早点把事情跟你讲清楚才对。飞鸿啊，怎么你的脾气跟爹是一模一样？哎，爹，你为了救我奔波了好几天，你也辛苦了。哎，什么话，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吗？哎，如果娘还在的话，她一定会目瞪口呆的。为什么呢？哎，我们父子俩向来是五天吵一次架，三天抬一次杠，何曾像现在一般好好的说过话呀。啊啊啊是啊是啊。哎，爹，我有个疑团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了，你能不能坦白地跟我说一下？好吧，你问吧，只要是爹知道的，爹一定会全都告诉你。啊，娘说过爹也参加过醒狮比赛，可是没有拿到锦旗，到底是输在谁手上了？哎，你这个臭小子，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是吧？居然敢揭你爹的疮疤。我只是问问而已，我真的想知道。好好好好，来来，哎爹，不要！哎呀，爹，我打死你！飞鸿啊，等我们把锦旗拿到之后呢，爹跟你一起到你娘的坟前，把锦旗给你娘看。怎么样了？哎，你们别吵，别吵，别吵！我会说，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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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会说的，我会说的啊！你们听好，听好，我会说的，别急，别急啊，别急，我会讲给你们听的啊！哎，不要吵，不要吵，让我喘口气儿嘛，好不好？好不好啊？哎，不要吵，不要吵，叔，讲给你们听的，叔，叔，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知道吗？当日啊。那已经是判了斩刑了，可是黄师傅为了帮他儿子飞鸿啊，和我儿子世龙一个清白。你来了？哎，你怎么坐这儿？吃花生，吃花生。我爹这一上午都在讲咱们坐牢的经历呢。监牢，正好。原来你爹在贩卖你的坐牢经历啊？他呀，是把生意建筑在我的悲惨和经历上面。这两个哎，找我有事吗？哦，对了，衙门发了醒狮比赛的奖金，我是来分给你的。不用了，给鬼脚七吧。他的妹妹生病了，情况很糟。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他找到妹妹没有？哎，不如咱们去看看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梅成泽，梅成泽这个老贼，这跑不了了。有人在家吗？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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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吗？飞鸿，那咱们走吧。嗯。你们干嘛？哎，回来了，找到妹妹没有？哼，不必毛哭耗子假自卑，我们穷人命贱，哪像你这个宝芝林的大少爷。哎，好心没好报，飞鸿拿了醒狮大赛的奖金，要分给你呢，你可别拿好人当贼。哼，我不稀罕你们的臭钱，马上给我走。
你嘴巴放干净点。你们是大善人，做的全是好事，施舍行善，去找街上的乞丐啊，都给我走。我们没瞧不起你，干嘛这样偏激？偏激又怎么样？走，这里不欢迎你们。我跪掉去什么也没有，就是有点骨气。我就是行乞也不会去你们宝芝林的。飞鸿，我们走。你看这个怎么样？哎，哎，那么那你看，哎，那这块怎么样？哎，我来了。哎呦，艳红姑娘，好，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七折。没问题，要是有客人来啊，你就把价钱抬高一点，越贵越好。我明白了，等你的客人走了以后，你还把布匹还给我，还赚这钱。这叫一家便宜，两家受惠。哎呦，艳红姑娘人呢是真聪明哎。谢谢啦，再见。哎、好。哎再见。哎姑娘您看怎么样啊？哎呦，何物，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买了。哎姑娘，姑娘，这些你拿去吧。这怎么行呢？我已经花了你不少钱了。你拿着吧，别推辞了啊。快快收起来，快放好，听话，拿着。饭可以不吃，但是大夫不能不看。你妈妈的病情严重，不吃药是不行的。我说了随便，这是你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那些客人送给我礼物，我就再把它退回店铺换成钱了。艳红姐，你真好，不但介绍我到作业楼做帮工，又仗义接济。同乡一场，不用客气。只要你妈妈的病早日痊愈，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这些东西是你最爱吃的，你就多吃一点吧。我以后还会经常来给你送东西吃的。娘，娘，我比爹厉害，我赢了这面锦旗。你看多威风啊。阿贤，飞鸿现在已经安然无恙了，而那个作奸犯科的知县也已经伏法了。贤姐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很开心的。那也得看这个小子如何表现，他继续努力读书，不再给我惹是生非，他的娘亲才可以放心呢。哎爹，应该是你不放心吧，我娘永远支持我，是站在我这边的。哎，你这个臭小子，你们父子俩一天到晚斗嘴，贤姐已经习惯你们了。好，十三姨啊，来，飞鸿，我们走吧。青啊，走了。啊，好。哎，对了，这个艳红姑娘有一阵儿没来宝芝林了吧？哎，你每次见到人家都对她冷嘲热讽的，人家当然不会来了。哦。飞鸿，不可以没大没小的批评长辈啊！我是实话实说嘛。哎呀，才不会呢！我觉得艳红姑娘的心肠不错呀，虽然物落风尘，但是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又有同情心。啊，我没听错吧？你居然称赞起她来了？我说的是实话嘛！你看她三天两头的来宝芝林，她不是想来看你爹是为了干什么呀？嗯。哦，我是说她做你的娘真的很合适。什么？她做我娘？对呀。胡说八道，我说的是真心话。哎，人家云英未嫁，你可千万不要败坏了人家名声啊。啊，不说就不说，反正不关我的事儿。
看，哎，行行行行，马上马上，石头剪刀布，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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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干干干，马上。好久没这么干了，干干干呀！飞鸿那一脚不影射球进度十足，我们才可以反败为胜的。对，哎，别吹捧我，大家都有功劳，不如我们去庆祝吃夜宵吧。哎，好，同意。嗯，哇，这么多钱呢？你们看，可以买好多吃的。哎，别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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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是给鬼的。对了，今天是7月14啊。哎，我娘说了，今天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你看这些东西都是给鬼准备的，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家吧。我也不吃宵夜了，我走了啊！别走啊！哎，别走，别走，别走啊！等等我！哎，别走，走，快点，别走啊！别走啊！全都是胆小鬼，真没种，还吃夜宵吗？当然去，走，走走走，就咱们俩去另外一家。好。哎，这东西可以吃哎！师傅，这是给鬼吃的，你也吃啊？哎呀，彼此彼此，人鬼都一样，就吃这个吧，吃吧。哎，嗯，有鬼啊！等等我，等等我啊！等等我啊！你们知道吧？哎，你们猜，我们见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见到，不跟你们说了。哎呀，我说出来吓你们一跳。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哥了，昨天我见到鬼了。你知道鬼长什么样子啊？不知道鬼什么样子，这么长，眼睛里都没有眼珠子。你干嘛，飞鸿？哎，你们讲什么？你们两个昨天没见到什么吗？嗯，看到什么？哎，你指的是什么？鬼呀！哎，你神经病啊！就是嘛，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哪有那么容易被我们看到？那是你们两个时运高。我爹跟我说，他说晚上不让我一个人在街上走，尤其是码头那一带。为什么？哎呀，有个女鬼找替身。你胡说！我没胡说，是真的。码头上的工人都见到了，还说是个女的。还说他神出鬼没的，说话像鬼哭狼嚎一样。是不是头发长长的，没有眼珠子？你见过石头？哎，是这个样子的，差不多吧。飞鸿，咱们昨天晚上见的那个是啊。哎，你们是不是见到了？见到了，当时啊，他走路的时候啊，哎，脚啊不沾地，根本没有眼珠子的，轻轻的，很吓人的。大王，十三姨，你干嘛？你在干嘛？人吓人会吓死人。十三姨，别开这样的玩笑。你们在搞什么鬼啊？哎，你来学堂干嘛？我来上课呀，我答应校长来教英文的。
不过不是教你们，是教比你们年龄小的学生。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应该叫一声老师早。老师早。同学们早。我们上课吧。上课了，上课了。走走走，一会儿老师要该骂了。下课喽！哎，世荣，世荣，昨天没有吃成夜宵，今天咱们去补偿补偿，怎么样？啊，好提议啊，好提议啊！哎，我知道有一家新开张的云南馆子，那店里头那个过桥米线做的好吃极了，是吗？啊，还有那宫保鸡丁更是一绝。别再说了，再说我就流口水了。哎，你们去好了，今天我有事，啊，就不奉陪了啊！哎哎。再见，再见，再见，明天见啊！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哎，别走啊，世荣，世荣，世荣，别走！哎，别走啊！哎，哎，哎，连宽，啊，哎，你觉不觉得世荣他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儿啊？对呀，啊，平常一提起这个吃字，他早就雀跃万分了，就是，今天竟然不起劲，一定有不寻常的事情。哎，连宽，咱们去看看。对，哎，跟踪他。世荣，你们两个跟踪我？哎呀，其实也没有，只是凑巧呢，啊，看到一张板凳，对，啊，凑巧呢又上来跟你一起看看，凑巧又碰见了你嘛，嗯，都是凑巧啊。哎，嘘！啊，他是谁呀？谁呀？他豆腐西施嘛？是在叫我吗？啊啊啊啊！打你！打你！哎呦！哎，快跑！快跑！快跑！三个小弟，谁啊？哎呦！在这看看啊！哎呀，咱们先去，先去，快去！走，快走，快来我家看个够啊！啊！快跑！快跑！让你看，让你看！哎呦，好疼！别跑！叔，你什么眼光？什么西施？我看到的是河东狮吼，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我的屁股就遭殃了。对，还说呢，要不是你们，我哪会被他认为登徒浪子？你们这样，他以后一定不理我了，没了，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哎，师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色轻友啊？真令人失望。嗯。哎，对了，这是谁的？你丢的，给你。不是我的，问问他。哎，是你的？不是，娘娘腔。哎，哎，一个玉坠。哎，是不是豆腐西施的？哎哎，是小倩的。哎，快给我，哎，快给我。干嘛给你啊？嗯，我把这个还给他，他一定感激流涕。到那时，我还有一线生机。这真是天意呀，啊！哎，你还给我什么？哎，快给我。哎，对，这就是天意。我们有了这块玉坠呢，就可以捉弄那个臭婆娘一番，对不对？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嘛。对对，妙，不行，好男不跟女斗，你们不能这样。哎，错了，有仇不报非君子。嗯，哎呀，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为我终身幸福设想一下嘛？那你能不能为我们两个的面子着想一下呢？对啊，你们两个真够意思。嗯，你才够意思呢。肥红，走，走。哎，还给我吧。小倩，开饭了啊！哎呀，哎呀，哎呦，哎哎，别动，别动，划破了你的手。那我再去盛一碗。小倩，你心事重重的，不会是为了那三个小混混吧？哪里呀？那你告诉妈，那三个黄毛小子不见得是冲着我来的吧？你认识他们？我只见过其中一个，最近呀，到我们那儿吃了一碗豆腐花。吃了你一碗豆腐花就想打你的主意呀，好大的胆子！下一次如果再来的话，你看我怎么教训他们。我看他们不敢来了吧？难道今天的苦头还没有吃够？
那你先吃饭吧，别等我啊。你呢？去哪儿？家里没有黄豆了，明天怎么卖豆腐花啊？那吃完再去吧。不行啊，快收市了。吃完了你就看着家门啊。拿什么？又用完了。好女儿。谢谢。再押五两银子。来呀，快点押了，押了，押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好，干了干了！哎，等等，押小，等着，押小，小，好，我也小，我也小，押小，押小，押小！来来来，干什么？找死啊你！哎，押了押了，走开，大姐！哎，来，押小呀！等等，大，再押五两白银，赢了！好发财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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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财！那你真是耗子舔了猫鼻子了，呸！